这边好多卖猫狗的哦，看一下。大锤子，哎呦，这个超市，这个夜市老大老大了，那边都走老远了，老多好吃的了，在这边。这酸菜呀，这真是老贵了，这不错呀，上面老多老多大了。咱都不懂得啥玩意儿。来了，大鹏要我吃不完的。面筋、肉筋，大口的吃。是在这个小县城，扯开膀子吃，扯开嘴吃。你这是大面筋，吃块钱上菜的。后面吗？东宝昨天卖的。东北那边，十多块钱干回音，好吃的很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好吃吗？我不用不吃辣子了，这招真漂亮，刚刚好。第二条，快点买了，这有酒店做的好啊。这太多了，哎呀呀呀呀！来来来，咬吧，嗯。哎妈！我这个太硬了，跟牙口没关系啊，这一万多的牙的啊。我先买一个。好的，肉吃的。这毛是啊，哎呀，这牛脸还长，真是。那点货呢？那点货呢？你货点啥？好了吗？好了。